31年前嘅嗰一晚，某个杀人嘅政权开枪射杀咗一班爱国嘅子民，用坦克车剪过想国家更好嘅人民。嗰一晚，我坐喺电视前面，流住眼泪，心急心痛咁样，渴望冇人死亡，但系死咗好多人。医院接收咗好多好多被枪杀嘅手无寸铁嘅人民。31年过去啦，被杀嘅人未得到平反，被杀嘅人嘅家人未得到过一句道歉，被刺伤咗嘅民族一直仲喺度流血，我嘅眼泪一直喺心中流，从来未停止过。跟住我会用31下钟声去悼念无辜死去嘅灵魂，去表达31年嚟好多好多人民藏喺心中嘅痛，请你亦都一齐默祷，纪念死伤者同佢哋嘅屋企人。多谢你参与这个简单的悼念，祝愿伤痛会被抚平，祝愿公义得以彰显，祈愿黑暗快快离去。